差不多这三个兵今天一吃，我他妈的队先结束了。点空两个兵，打圣罗斯如果不带 TP 的话，也是端盾稳一点的。如果你带了 T 的，就肯定端剑；带点火，你肯定要端盾，对线会厉害一点，会有容错一点。你多兰戒是很容易爆炸的，总不能跟别人搏命啊，没那个必要。我反正喜欢稳着打的，爆炸了就 C 不了了呀。一级血的一，三级打不起来。这波先可以打一打。小换一套，吃药吧。带着火的，四级再打一波。他还不吃药吗？我自己的路自己走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哎，可惜了。他 W 稍微交慢一点，能 A 出来。交的有点快了 ，A 不出来。A.E 才能上，让我自己吃吧。他们可以想想。这有点烦啊。把妮蔻先挂点就行了，假身是没有点火效果的。只有真身会有点火效果，只要先把点燃挂上，分他开 W， 你第一时间也能分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，就好伤很多了。不然你可能要花个零点几秒分辨一下哪个是真的，哪个假。好车别吃了。他这几个远程兵有没有想法？拿不出来的。说过、他那个妮蔻 W 是挡不了技能的，如果你的技能能帮队友，肯定是去帮队友。600块，应该马上涨价涨到700块了，700块了。再吃个镀层灰尘，算了，你别去了，来中吧。取下，有点火他死了。他
他只能熬到我身后来，先开大的是走不掉的。继续吃。 感觉第二件出，真没伤害，不会没伤害的。OK， 回家。还行吧。 D3没E没办法，那草里没E，如果能把E留下，可能多杀一两个，没留E。克制不是我的强项。牛头早点去就好了，牛头去太晚了，别人都走的差不多了。 太挡不住了，先锋给了，下路早就杀他一次，等20秒，他应该也不会走，把他杀了之后把伊塔拆了，回家送女妖了，他走了拆塔，不用留他。 先锋肯定是让的，如果先锋可以换我一个像伊塔的话，那算了，慢慢拆吧。没加速也没关系啊，不好说的。这种当时的情况，肯定要加一些新装备的。推特棒是能穿插连招的，能理解吗？推特棒能加连招的。 就算没加速也没关系，就看有没有更好的装备。如果没有更好的装备，推特棒肯定是优先的呀。推特棒能打的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 往哪踢啊，兄弟？ 帮我顶一下呗，你别怕。回家了，一刀他死了，我是用女妖的，他 W 打断不了我。 要等队友先上了，三叔的团一定要打好。你说回家是没有什么十字性的提升的，买了本书，这波团打书就要把三叔叠起来没关系。操他妈动都动不了，这有点夸张了呀，说实话，控制太多了。 都杀不了，这输的不是一般的惨啊！其实这种局面，刚回家就要买的不是三叔跟法轮棒，三叔跟秒表也赢不了，来不了呀，兄弟，从这那里打起来了，我他妈飞也飞不过去，不打输丢大龙的。 赶一下吧，打赢了也能拿大龙，追追追，都要死。
还给我吗？我很需要。你他妈的！很需要这个人头啊！四神书这样跑了。哎，别装逼了，别装了。你想吃线呀、啊？从今往后，谁都别跟我指手画脚。哎，再走一下。小人的，救救救！有些阵容是可以这样出的，缺伤害肯定会缺伤害啊，不是每一把都能这样出的，我也很少这样出，但有的局是需要这样出的，就队友很没用的时候，但而且对面你要确信对面不会出很多魔抗，你懂吧？你堆你妈一堆魔抗，肯定就别这样出。看我这把缺伤害吗？不缺的，他死了就死了，无所谓的，反正打赢就行。就没能量的时候就不要看了，就往边上靠一下，你就别去死了。沙漠杀妮可花太多的东西了，能量都打完了，第一次没杀掉。小虎附体吗？还真是小虎神剑套，可以打可以打 ，go go go， 我还在的。他如果死的很好啊，死了对面敢接团了，对面这波接团我一定能save的。哎，别在那里打呀，过不去呀。OK， 水银鞋我真不错，水银鞋。